开局估计会是一个靠打野行动的一场比赛。我家看起来是要带着一等有布劳姆的这个优势来尝试进一下油。有要进点吗？还是这个五点站位？不过这个位置，但进点是真不错、啊。被看到了，被看到了，这个应该是有被经理人看到了，所以看起来是以这个五点站位为主。是，不过布劳姆这角色就是，就算被看到了，他还是可以无所谓的进。还是说我想进来是可以进去看看。你等太强了。对，但本家这一场的比赛并没有想要先去抓住打野的一个位置。那这样子等一下会有一点，会有一点点运气成分是会在的，因为以这样的刷野过程来说，真的还有一些极小的调配可能性。另外一个这个 breaking 已经 breaking 起来了，开始暖身了，开始暖身了，暖身了，不然怕等下抽筋啊，那个盾举不起来会很尴尬、啊。这个舞步跳起来看起来非常的快乐，本家呀。已经一胜二败了，因为这一场可是50%的一个胜率了，就可以追上比较中冠班的一个位置。不过目前伊泽瑞尔的胜率是越来越高了，伊泽瑞尔胜率高才导致凯撒今天的两把出现，这就是相生相克的关系嘛。真的，这场比赛一直在做变化。李欣啊，他是一个先骗往上走，再往下的一个战术。其实也没有抓到对面视野到底坐在哪里，所以自己就稍微来回拉扯了一下。这个前面还是要让就是 HK 的下路线比较舒服一点啊。你先上线的话，你再有兵线的这个控制权，其实你前面前一轮的大概一轮左右的打线的话会比较舒服一点。那在刷野的部分的话，我家也是有帮打野刷一下自己的兵线，是稍微要让给对面。但是刷来刷去的这个速度确实是有点影响了。不过恩硕打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大刷法，他看起来是要刷三摊的下路位。相反是李信的话是双 buff 起手的，进攻性是来得比较强一点。下半步要先抢二的话，应该是 HK 这边可以掌握。有家的人员应该是要先行撤退了。中路位倒是勒布朗，我们这边是一起两等，影响力没有这么多。而且勒布朗看起来被 Q 了几下，现在有点不舒服了。状态的话，这场的精元带的是一个治愈，三等没问题。Holo 是一个极快速的一个打法，这个打法如果能在前期包括对面视野的布置的话，那会非常的强势。我觉得还是主要看两边打野的选择啦，因为这场其实真的中野能够带得起来，你才有这个空间去选择往往上打还是往下打。因为说实在，两边的上半部跟下半部的角色，其实我觉得都就是在角色强度上算蛮平均的。在左边的话，上下两边的一个视野已经先行做了出来，分的比较早。右边的话其实也做了，不过做的都是比较保守的眼位。对，后来还是选择往下，然后这个核线可以顾起来，帮助这个下路的这个算是前面小的对线又是再更扩大一些。不过这边 Enzo 是选择来搞一波中路了，这是一个锁链签到，锁起来就是闪翻的一个中野二比二。李欣赶了过来，先摸一个队友做保护，雷克萨斯直接掠过，李欣往前直接打掉巨民，巨民虽然推出了一球。搭配了李欣，好不容易把雷克萨骨干掉，但后续的伤害李欣能做得出来吗 ？Holo 继续摸眼踢，但已经摸进了塔下，也只能赶紧撤退，最后一换一。两边的这个中野激情的二 v 二啊，很疯狂啊！这里前面是这个先贴身之后练到，然后这个时间点 Endo 翻过来闪翻，直接把这个带走。但是后续可以看到吉米恩跟后真的判断非常正确，就是所有的伤害先集中在这个同一个人身上，所以形成了一个就两边各带一个人头走的这个结局。但是以兵线来说啊，其实应该对这个猫来说是稍微好一点，因为兵线是有卡住的。但是对于打野来说是 ，Holo 是有机会可以去多抢一些打野的节奏的。而且先看上路打的也是凶狠，不过回到中路这个位置的话，茂安拿了人头，理应上他身上应该是双 buff 起手啊，他没死，所以基民现在的这个中路位。估计是不太舒服了，而且如果这个兵线茂安可以持续的卡在一个会让基米尔很危险的走位置的话，其实他大可以再 call Enzo 再来更一次的。来到了上路这边想做尝试，哇，这个尝试其实有点堵住，没有闪现的情况下没办法晕住，位置三弟其实也拉得很边边啊，三弟你知道 Enzo 没有闪现，所以其实太怕。没啊，我这几天看起来三弟已经被住惯了。他早上又要来了，他又要来做我了。如果他知道没有闪的话，他应该会；如果他知道他有闪的话，他应该会很爽。但他如果知道没闪的话，那就不太需要担心。这没有闪现的雷克萨，我可以再往前走两步，有的话我就往后退。现在三弟已经是超级保守，现在要住这个上路，对 HK 来说已经不容易了，好不好？没办法再像第一周来的这么好杀。我在中路位的话，双 buff 给出的压力有一点效果，先行跑线的是勒布朗这边猫安。在下方的位置也直接抓到了辅助稍微跑动的一个迹象，跟着李欣子过来，哇，这里的确认性有确认到，三个眼睛，舒服、哦，稍微 cover 一下居民，因为居民这里是不带闪现的，嗯，现
现在双方的中路其实都有被针对的可能性，但勒布朗毕竟的位移能力搭配等下六等之后的双位移效果走动的能力啊，毕竟的一个位置是可以做得更广一点，也是考验心理导演的这个意识了，跑到越多远越好啦，这样子尽可能排解自己在篮区被对方建立起来的这个心理压力。这个 S 十多的新草丛其实目前也是蛮大的一个关键，这种窄口区这个方向也是双方在目前差异其实很针对的一个点。以前那个粉眼多半是会插在就是下方的这个位置，但现在就是直接插那个草丛更加安全。哦，第二段链子松锁链，身上的茂安直接打掉了将近七成的血量，金元。哦，双方都其实一开始的出身都来自于凯服的高端，现在正面在职业场上较劲。金米人受不了了，打野 cover 一下，直接推到要准备给一套的超能解放反身的回打。哇，这金米人也是不遑多让，只差了那么一点点。前面那个人头掉到他身上，还有多一本书，那两个都不知道。或是再也是点燃，再点短一点就走了，就差一点。双方的这一个正面交战，目前看起来辛多拉给出的是一定的压制力，但最终是双方一起履扣。答案结局谁家强呢？目前还不得而知。上路位。三弟非常三弟非常的痛苦，就是只能继续的等待，几乎没看到来上路。HK 几场比赛，你几乎很难看到会来上方嘛。对，而且其实想象一下后面三弟的团战，其实我会觉得有点难度，因为他如果他要抓这个就是 carry 的话，其实 carry 都是带有位移的，所以其实没有到这么好摔。但是如果他抓就是可能布劳姆或是鳄鱼或是雷克上去撞。他来 carry 的话，其实也不一定用得到，因为他们都会用位移可以逃开，所以其实蛮吃三 D 这个挑的进场时机跟位置的。哇，中路再次交战了吗？哎呦，没，居然也不怕，甚至有法穿鞋。不过 HK 这里最大的差别就是，其实中路的驻点比想象中的还多。对，这个是八十把尿的，要照顾到等西边的闪现转好了。那才可以稍微可以离开一下，也是有限制到勒布朗可能跑进的一个状况。下半部的位置双方对农，我伊德瑞尔的话看起来被拖了不少时间哦，目前是相差十分钟的水滴，还来不及办法来得及出，就是互相钓鱼哇、啊、哟，不能看到哎、欸，打个练习，感觉这个刚刚走过来的那个小缝缝，当然是有机会去到乙线位置。不过我觉得这样其实就还对双方都是这个打的四平八稳了、啊，就上路就是对他们自己的，下路也是自己玩自己的。哎呦，就纯看中野，中野什么时候要做事？能抓人势必还是得要躲在阴影处嘛。不过刚刚被看光了 ，Holo， 草丛还是要 check 啦，要有细心的一个程度。哎，三弟要被猪啦！三弟，救命啊，队友，救命啊！哇！这个后轮红球加闪现，理性感的第一走雷克萨，后续再交自己的大绝做一个限制，但最终还是得到他队友来闪现的一个新手来一个超能解放，解决掉了茂安。后在前方位置有蓝 buff 可以继续的拼搏，而在本家的人靠着鳄鱼这个满怒往前晕血，新手来再给他一技能伤害很高，阿志是成功的。把金牛给换掉，不然先死在了后轮手上。但是这一波团战的开启看起来是。三 D 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因为他的打野正在吃三狼，但是他走了一个河道区，反而是被这个路过的恩佐跟阿兹暴打了一波，虽然就打野扛了很久的时间，但最后还是被秒掉。而且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两边中路的一个资源差距，就是勒布朗是可以踏步过场的，但是你看到基米是必须闪现过来给这个输出的，双方的技能差距一瞬间就出来了。而且就这边看到最后应该是恩佐在等技能啊，但是阿兹觉得自己这个。技能刚转好，还可以再拼一个人头，所以往前打了。不过画面回来的话 ，HK 的换线速度是来得比较快的，赛特甚至都已经到塔下准备收兵，预示着的话 ，HK 是顺利拿下。不过的轮转还是 HK 掉的比较快，而且这个点是可以抓准对方的下路双人线还在下路的时候多点一些塔，然后看把塔整点到尽量最低的时候再放这个预示者。慢慢步预示者可以直接来喽。确实，这边推一下，应该是先点那个先点个一两层再放，叫一下叫一下，实力值比较高。来了，先点个一层，多一层可以的。鳄鱼选要来守，勒布朗往上靠，这个应该是守不住了，而且自己伊德瑞尔也是没有 TP 的，所以这里的话还是在这个 HK 上面塔城是一个领先嘛。风龙的话就有本家拿下之后，准备往下继续助三力，三力在哪里就跟到哪里，打 HK 的不二法则。
赶紧跑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自己真的。他们刚刚吃了，好可怕，而且这 AD 还不回家，再待下去感觉会出师，已经退到最后面上学了以后。希望的队友在上半部可以赶紧拿下了自己守塔的经济。我只能说阿志这边其实就只能剖析一下情境。唯一庆幸的是 ，HK 并没有策划打野跟中路一起上来，因为最主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上一波在蓝色团战，基米交了闪现，所以遇到勒布朗这样子有切脸技能的角色的时候，其实他在中路是没有办法先推线然后再跑的，所以阿志这边才有机会在塔下吸经验。来到了上路的外塔，应该是还要再用点力，哎呀！其实啊，大家也抓了一个不错的时间嘛。稍微是想要守住外塔，但有一点难，有一点难。正常的情况应该会是，这边会有下路组加中野四个人，然后来快速把他推掉，然后甚至塔杀这个。如果鳄鱼不走的话，把他塔杀掉。但是你看到现在勒布朗是完全把帽王的位置，完全把这个级别的位置给压制住了，所以西瓦现在压力是非常大的。抹杀中，不过打野已经来了，因为这场的话。因为像是那种以前《暴风王》那种对子游戏啊，就是你翻牌然后翻到一样的，就是 HK 抓到永远都是跟Berserker一样的一个位置，他们是对在一起的，就雷克萨一直想抓中，但 HK 的理性其实也一直在中路，导致了这个对线一直是持平开的情况下，用预知者通过上路的 HK 这个拿塔的几率就会大大的提升。好，现在有点像是大眼瞪小眼，你看我看你啊，没有人要出手。嗯，怎么看这个守城的 HK 怎么样拿下属于自己的守塔了？其他人也赶紧上来做 cover， 那这一波的话 ，HK 是用了预示者拿下了一个领先，准备把经济给反超拿下，全部的钱都尽可能的灌在里面身上，哇，加570，好开心，削了，好开心，非常削啊！我在中位置算是一个210的勒布朗，但要压着辛朵拉依旧还是比较困难、啊，锁链没中的话，在中路位置要压制是非常不容易，而且。这推线的速度是抓100就比较强一点了。哎呦，能晕到！哎呦，海神斧的效果烫到了。哎，后面靠着一技能想要往下方逃一单，阿志继续的一个追击，交出支援。后面想要放弃的阿志反而是成为下一个被追上的目标。没猜到，没有喷到，但摸一眼过来的 Holo 却没有吸到。我们让 HK 回到了中位，准备抢了一节奏，换锁链，再连续签了两下。又是换了一个血量。如果 MMM 准时回去的话，他这一波下塔是可以守的，但是你可以发现他这波被 delay 之后呢，这个下路的塔前 K2 也是可以吸纳就能赚钱的。我觉得预示者拿到的结果并没有想象的这么好，这波 MMM 有点懒，有点懒。嗯，稍微看没抓准位置，这个海神斧等于就断了你后了，轻松拿了。哇，那这样子风龙反而是有点白赚了，一击就被本站给追了回来。左边的 Win 虽然跟着 NNN 终于是来到了下路，但塔去人空，对他们来说现在也不太知道要去哪里发育。因为就现在地图上来说啊，其实 HK 会陷入一个慢慢补野，把红区的视野进攻的一段时间，然后尽可能的配合，等到现在金明的闪现转好多，慢慢的把视野缝合到开始强起来。嗯，时间可能要拉长一些。双方打野在最终的话。在前期其实做到了差不多的事情，而且这里其实 HK 如果要这样和到碰起团战来的话，只要下路的 MMM 把线推干净，他其实可以利用大局的位移能力，可以比伊泽瑞尔更快来到战场。那如果伊泽瑞尔要同时来的话，那他势必会掉一些兵。嗯，所以我觉得现在 HK 应该要开始尝试在这个局面闪现转好，多给他一些帮助，然后把线推出去，把河道视野给抢回来。就看这个伊泽瑞尔能不能利用自己的 TP 吧。虽然如果都在对下路的话，确实凯撒的大姐已经来得比较早。但如果今天把两个 AD 都调去上路，有 TP 的伊泽，说不定是会比较有一个资源的优势。就要看一下掉线这 TP 要怎么去做使用。抢视野了，这个40秒后的火龙是两边都想要拿到的。对，这场来到了终结团战了。最终结果其实前期的布阵掉线并没有任何一方拿出优势，那也就演变成了一个团战的互相发挥了。现在这个时候又要兵线回推，回推去收了。现在两个 AD 是一样弱，这个时间点的两个 AD 15分钟，对，两边都要等那个变形啊，等那个自己的魔剑会变形。这如果在这个昆虫的术语里就叫变态了，好吗？变态，这真的就是一种变态。变态之后变得很强，对，看着变得不太一样，有分不完全变态跟变态。